一二三，五米线，万事兴，耶！来，好想队伍，起啦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罗源！加油！罗源！罗源！罗源！加油！加油！来吧！来吧！加油！老婆，老婆！哎，是我。好，我这边是第一关，要先回答上面的。好。新娘的生日。没有，先问伴娘的。没有，这个是等一下的。新娘的生日。4月16。交往日。2013。对，11月。11月吗？是吧？是吗？我都紧张了，我这里哦就没有特定的时间呢，没有特定的。好，结婚纪念日。结婚就是3月。三月几号了？我记得。太紧张。然后就紧张。回去做功课。好，那个跟新娘认识第一次 kiss 的地方。公园，是吗？请讲出四个新娘最好的姐妹或朋友。有玛拉斯，还有乌里嘛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什么田子恩，还有对，还有一个四个，还有另外一个是苏达，对。然后请说出三个新娘的优点。优点哦，可以讲缺点吗？缺点比较多了。缺点就是优点哦，他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，就是他太懂得那个，太懂得会呢。别人都只为了别人，然后他自己又很容易难过这样。对，这样。好，因为你刚刚有说错，所以还是要惩罚。我先给你一个反转题，请说出新娘闺蜜的生日。哎，我知道的话，那就严重了嘞。你的我可能不太了解嘞。你自己讲嘛，你自己讲就好了。不行，要先惩罚了。什么惩罚？就是现在要那个新娘，不是，因为原本他说你们要新娘抱，就是伴郎抱伴娘，或是伴娘伴郎抱新郎，或是新郎抱伴郎，新娘抱。可是我觉得这太简单了。就是伴郎抱伴娘。没有，就是要这样子抱，就是那个膝盖要跪在这里这样抱。他本来我本来讲说用背的，可是他我觉得背的太简单了。快点王美照吗？就他们不是把女生会放在这里，然后膝盖要在上面，对，伴娘才可以，那个伴娘才可以，顾膝盖这个，那个伴娘才可以，先示范嘛，怎么用啊？伴娘，伴娘先啊，就是你们要膝盖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啊，怎么上面下面？先示范。就是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！这是我的话，这是我的话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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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，对，要实体的，是哪一种？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？撑起来，好，面对面了，好。哦，那要两三个撑呢，一个撑不起来哦。不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脚哦，好，很小。定住三秒拍照嘛。伴郎哎。他们在负责，两只脚是一只脚，两只脚，双膝啊，是两只脚像不像？哇，上去，起身，哎呀，我倒了，我的，好了，这是什么？那个要去洗脚了，进去。这边是第二关，来一起说一下这个主题呗。七，一走。整齐一点，整齐一点，来，一二三。爱的十八禁。好，
下再惩罚。惩罚等一下。好，有八张照片哦，然后呢，请依照优先时间表，然后排出来，可以吗？优先时间表、哦。对，哪一张是最早的？早然后到现在。最早应该是这个。你就他那个成长时间，限时一分钟哦。限时哦。对，嗯，如果超过的话就要惩罚，排错的话也要惩罚。OK 吗？好，讲完十秒，开始。讲完十秒，这个是就看那个最瘦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最瘦。没有这个还没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这后面这个是最后的了，对对对，最后很久，这个很久了。这个这后面这个叫在这跌倒，哎没有跌倒，这个风铃机前的，风铃机前去跑步。啊，这个这样对。哎，答错，还有四十秒，快点。哎呦，写错了，这个你要确定呢？那个声音有没有？题目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提示。那照片嘛？啊，对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哪里他剪辑？剪掉了，剪掉了，这骗人的。还是错，看看这个脸的部分，啊，姐姐，这个已经很那个了，很老了，很怎么样？很老，他已经大只了，这样子，他已经大只了，好，看一下，差不多了啦，对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还是错误，真假的？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快点，没有，欣然不会对。褪色的，看一下最好是特效的，黑白的，特效的部分。你看后面应该有血，特效，谁？特效，看那个啦，手机的特效啊，这个比较弱哦，就弱，那是多的吧？十、九、八、蔡步光很老了嘞，六、五，好，谢谢，好了，一口这样了，好，喝之前来。请先浮力挺身十下，哇，太简单了，十秒，脚在楼梯上面，好，十下之后呢，十秒内要把它喝完，对，好，十秒嘞，对，好了，预备，请浮力挺身，快点，九，海龙哥，太快了，这个会死掉嘞！念出来，念到李庭轩听到。只能靠近一点，靠他们。二零三有没有人？李轩，我从现在开始，只疼你一个人，会宠你，不会骗你，答应你的每一件事都会做到。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。不会欺负你，会相信你。别人欺负你，我会第一时间来出来帮你。我会你开心，我会陪你开心。你不开心，
我会哄你开心，永远都会觉得你是最漂亮的，梦里也想见到你，我的心里也只有你。庭轩，我爱你。好，然后现在是摸着你的心来讲心里，讲真的心，左心还右心？两个心。对他讲你的心里话。好，靠近一点，靠门旁边一点。庭轩，悄悄话就好了。没有都靠过来一点嘛。我以后都在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，很高兴你包容我跟我的家里的人，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在那边闹脾气了，快点出来，好不好？跟我回家，快点！阿里，走了。这实在的话，对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问他我可不可以进去？我可以进来了吗？我在问门哦。那个巴鲁带来，快点。攻坚手。我可以进来了吗？我要打接。你下面可以好讲哦。可以进去了吗？哎，不行哦。我们走了。可以进去了吗？没有，可以跟我回家吗？可以。来，单脚高贵姿。来，要跟老公。来，讲点恶心的话吧。来。恶心的。告白。恶心的，对。还告白。直接用了，救命！讲，好想吐，够恶心了，这你超过了，超出范围了。来，把举一下，来，跳过去举一下，老婆，来定格不动哦。你不许发油。来，叫老婆要跟老公说什么？啊，靠近一点啦，不要那么。哦。老公说：“老公，谢谢你，爱你。”好了。烂结了，结回去了。来，跟老婆说什么了？快点啊！我会。好了，到我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。再讲讲。跟老婆讲一个，承诺一下。我很高兴，很高兴我们走到这段。对，我们。的承诺都一定都做到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举一下，认证一下，来举一下。再说。好了。金格，哎呦。好。OK， 好。中感应。他不要哈我的。哎呦！漂亮，漂亮，慢一点哦。有一千八拿过来。来，这一张哦。来，一个人下来，一。好，半点钟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对，来，行吧。OK， 比个心。来，比个小爱心。来，后面的备来，准备哦。笑容对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看这边喽，看来。来，看阿姐哦。来，新郎新娘亲一下，定格，来亲一下，看一下对方。新郎帅不帅？新郎新娘亲。看对方。亲一下，来定格，其他人看没？来，其他人看一下。看新人。其他的指他们。指他们。指的新郎新娘。我也是，让我们精神一点。哦。OK。好。二、三，来，新娘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来，新郎帅不帅？帅。准备喽。来，再一张。一、二。然后比一个小爱心，小爱心，来爱心。看我。来看阿姐哦。来一。救命。二。来，救命。好 ，OK， 来一，妹妹看我这边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我们这边喊一下哈，一定要上，来准备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定要幸福，一定要幸福，出来一定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要急，慢动作，好。整理一下，帮我们整理一下。这个是一个程序员。祝你幸福。整理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请站直哦。
好，站好，来，我们都要抱一下妈妈，好了。要抱一下妈妈，好了。先抱一下妈妈，抱一下，抱一下妈妈，好，抱一下。嗯、主持爱的天父，感谢主赞美主，在今天的日子是我的子女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部分要嫁给我们的文雅，求主祝福他们也平安安幸福幸福，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主的恩宠满满的在他们的身上，一家人还有他的女儿，一切祷告都是靠主，愿主保佑他们到永远。祷告是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。谢谢。小心啊！年轻的同学，等着。哎，新娘先上车，是有人踩到我裙子。来，新娘先上车。红花我你拿吗？你有，都是你拿着，小心哦，小心头。进去，头很低啊。脚上多少？脚上去了吗？这边可以扶手啊，另外一只手可以扶啊。是我的裙子，伴娘。好，一号。要出，这个你要再继续。